在任何比赛或任何实作或做产品，最重要的是他们，我听到你们说你们真的去了那个地区，后来去看到了这件事情，我觉得哇，好疯狂哦。可是他们其实把这故事讲得很好，我很期待是，他其实在讲他整个提案的过程，其实我一开始很好奇，为什么 yoga 这件事情要被拿出来做比赛？可是他到后面就有一个转折点，是说，其实他们怎么样把它分离出来，他们用了一个技术在做。我觉得这是在做创业或创意比赛很重要的一点，就是你能跟别人不一样，你才能找到你自己的价值。好，我觉得他们这一组之后也去申请了专利，我觉得还蛮厉害的。而且食物这个议题是全球都会发生的，尤其在台湾这近几年一直在讨论食安这个议题，我觉得很 local 又很 global， 我觉得很支持他们做这个题目，很谢谢你。好，那我。